一转眼就来到年尾了哦，여러분，我们这么久没有见，是不是开始有点想我了嘞？谁 diss 你哟 ？Who are you？ 喂，这样久不见，你就不能少 diss 我一下的吗？那话说回来，年末了啊，我们就来 recap 一下今年的大事喽。嗯 ，Let's check it out。其实从去年开始，中国就一直在喊禁韩的啦。没想到今年年初，根本连一只来自韩国的苍蝇都无法进入中国嘞。那，不过哦，就因为这个禁韩令啦，少了中国这个 market， 我们终于能够一直被欧巴欧尼们翻拍了。几乎每一个月都有韩星来嘞，多爽哦！也是，让饭前我有幸可以见到宋仲基、苏志燮、金泰熙、池昌旭、南柱赫、何志远、任敏敏、Seventeen、巨人跟太阳、海蓝、Air King 等，真的很幸福呢。要谢谢禁韩令。But 听说禁韩令很有可能会解除哦。东没东，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就被打入冷宫的哈？话说哈，我们的狗哥 Kang Gary 真的每一次都要给大家来个 shock。去年就闪电离开 Running Man， 那今年四月就直接在 Instagram 宣布结婚啦。还不止呢，上个月又在 IG 宣布当爸了喽。真的是唔知喊了一天啊。但是 Gary 嫂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至今还是一个谜啊。BTS 防弹少年团的气势哦，今年也继续烧，整个哦 hot 到美国去啊！五月份还拿下 Billboard Music Award 的最佳社群艺人奖 Top Social Artist， 成为了史上第一组攻占美国音乐奖的 K-pop 歌手，你讲是不是太棒嘞？我们防弹当然最高。十一月受邀到 ANA 表演，还上了不少美国知名的节目，真的让 ARMY 感到非常骄傲啊，欧巴！今年嘞，我们不能不知道一个名字，那就是 One One。你就算不知道哈，你也一定会听过 Kang Daniel 的喽。哎呀，我的 Kang Daniel 啊，没听过就真的 out 了喽。从 Produce 一年一开始就话题不断，出道九天就拿下音乐节目一位，年末颁奖典礼更少不了他们啦。虽然是新人，但排场根本就是天团级别的了，好吗？我们玩。But 哈，这是一个限定团体嘞，期限直到明年十二月嘞。不要提醒我 ，please。自从屋里有天欧巴当兵之后，似乎没有一刻是安宁的。本来以为之前那个事件平静之后就可以好好等欧巴退伍啦，没有想到突然就杀出来说有女朋友哦，他要结婚了哦。我的天哪，想怎样欧巴？其实欧巴都这年纪了，想婚也是正常的啦。重点是这个对象完完全全成为欧巴的猪队友，和粉丝闹得满城风雨后，在神助攻那样把欧巴推到火坑去，搞到现在四不像样喽。哎，欧巴也是的啦，放纵这一切事情发生。最近哦，又传出两个人好像已经低调结婚什么的啊！不管了啦！哎，温温，今年五月的时候啊，我们女兵欧巴她正式患上了鼻咽癌，然后就全面停止所有工作，专心接受治疗了。嗯，不过有最新消息了哈，说欧巴呢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治疗，恢复状况良好啊！那就真的太好了，而且视频和欧尼也一直都陪在欧巴身边呢、啊，相信欧巴很快就会恢复的，欧巴飞天。近期的欧巴去当兵好像都没有办法平静哈，年初才入伍的 TOP 欧巴呢，六月就被爆出和女练习生一起呼麻被抓，搞到起轰动一下，整个 image 啊，形象啊也 ，habis 满不死了。而且他在调查期间还上演晕倒昏迷，那个过程是有点 drama 了咯。番茄麦安妮啦，欧巴哦，他已经被判有期徒刑十个月，缓期两年吗？放过他啦，放他一马啦 ，please。嗯，等他退伍后再看看呗。阿麦豆。我们的狗哼哥金柱赫在十月发生了交通意外，很不幸的离开了我们。这真的是太突然了，明明当时还在追看他主演的二狗的说，没想到意外就这样发生了。人生无常啊，真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 moment， 不要让自己 regret。Oh every time， 松松嘎啵哎，国宝夫妇哎，之前还一直死口不认识嘎啵，结果一公布就是结婚了，结婚了，懂没懂？几激动啊，整个 K-pop 界，这动漫里低调而华丽，根本就是从韩剧走出来一样啊，他们，这个就是柳时镇和姜慕言最美好的结局了 ，CP 我们怎么站队了啦？真的，那现在婚礼结了啦，是不是要快点赶上瑞欧巴的进度嘞？可能很快会有消息嘞。各家侦探不是一直在说巧妹看起来就像是怀孕的肉吗？我们一起期待小松松的出现吧，感觉应该不远了。哎，最后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说下去，因为真的太心痛了。我们 SHINee 的钟铉他烧炭自杀了。哎，这真的很难过。我想过有一天我欧巴会结婚，会退团，会离开演艺圈，但我没想到会这样离开我们，怎么会这样啊，钟铉？
虽然我不是闪窝，但是呢也看着他出道的嘛，他一直以来都那么的温柔对大家，但结果却过不了自己的那一关，最后一场演唱会上的那个眼神啊，越看越伤心越心痛啊。中原欧巴一生日爱音乐，但没想到音乐却带走了他。中原欧巴，你真的做得很棒了，这一生辛苦你了。唉，没有想到2017年是以这样子的情绪来结束的，真的到现在还是好心痛啊。 Ben Ben OK我们要振作起来，我们要跟欧巴们一起成长，明年会更好的。